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来到8月9日的灵修时间。让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，领受属灵的玛拿，开始新的一天。按照活泼生命的灵修进度，我们今天的读经内容是《使徒行传》20章1到12节。神的话这样说：乱定之后，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，就辞别起行，往马其顿去，走遍了那一带地方，用许多话劝勉门徒。然后来到希腊，在那里住了3个月，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。犹太人设计要害他，他就定意从马其顿回去。同他到亚细亚去的有比利亚人毕罗斯的儿子索巴特、帖撒罗尼迦人亚里他古和西宫都，还有特比人该犹并提摩太，又有亚细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菲摩，这些人先走，在特洛亚等候我们。过了除酵的日子，我们从腓立比开船，5天到了特洛亚，和他们相会，在那里住了7天。7日的第一日，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，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，就与他们讲论，只讲到半夜。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，有一个少年人名叫尤推古，坐在窗台上。因困倦沉睡，保罗讲了多时，少年人睡熟了，就从3层楼上掉下去，扶他起来，已经死了。保罗下去伏在他身上，抱着他说：“你们不要发慌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。”保罗又上去掰饼吃了，谈论许久，直到天亮，这才走了。有人把那童子活活的领来，得的安慰不小。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第一句是在乱定之后，保罗劝勉他们辞别起行。保罗是在乱定之后才离开以弗所，不是在趁乱逃走的。保罗的行程计划是先到马其顿、亚该亚，然后回耶路撒冷，由哥林多到巴勒斯坦，穿过亚细亚。可是因为犹太人有谋害他的风声，就决定避开敌人，由原路经马其顿、特罗亚以及亚细亚沿岸而去。还有一个另外的原因，就是在这段期间，哥林多教会的争端有了端倪。保罗派了提多带信去，希望他们和解，也为他自己将要到哥林多去铺路。他期望能在那里会合提多，可是提多的行程误了期。保罗心急，就径自过到马其顿去，希望在那里早点遇见他。到了马其顿，提多也到了，报告了教会的好消息，保罗的焦虑也就平息了。保罗心里感恩欢慰，就写了另外一封信给哥林多教会，就是我们所熟知的《哥林多后书》。在经过希腊以后，保罗停留在了哥林多3个月。可能因为当时是冬季，出门不便，也正是在这段被逼逗留的日子，他有许多有价值的工作和书信，其中之一就是写了《罗马书》，也有研究，好像《加勒泰书》也是在这期间写的。在这个时节，有不少犹太人上耶路撒冷，过五旬节，有人想万在床上来袭击保罗是不困难的。所以，为了避开敌人，保罗就往相反的北方启程，去了马其顿。在第4节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路加开了一个很长的同行同工的名单，他所记述的人物大概都是各地教会所差派的代表，要把捐款送到耶路撒冷来济助贫苦的信徒。这在《哥林多前书》有提到。而保罗极力避免自己来携带这些捐赠的物资，以防有人在这上面做文章。我想另一方面保罗也是在刻意的来带领和培训这些童工。也可以看到，随着保罗3次行程，不再是他一个人2个人去传道去传福音，有越来越多的童工，忠心的童工来加入到他的队伍当中，他们的人数会越来越多。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，相当来重视培训这些带领这些童工，带领他后面的人，带领门徒，让他们能够在神的国度上能够更多的来服侍。在第5到第6节，
保罗的同伴先动身去到了特洛亚等候其余的人。在这里边，我们可以既认识或者是注意到，路加又恢复了用"我们"这个词，表示这个时候路加已经加入到保罗的队伍当中，在特洛亚等候我们。这个词之前最后一次出现是在第16章的17节，地点也是在腓立比。这次又是在腓立比恢复使用这个词，所以很多解经家推测，这几年来路加可能一直停留在腓立比，也就在此地再度与保罗会合。也从此他一直陪同保罗，一直去到罗马，一直到保罗殉道之前，一直在保罗的身边来照顾他，来陪伴他。也忠实的记录完了《使徒行传》。在第7和到第8节可以看到一个时间，就是在7日的第一日聚集，一同掰饼。也在这个期间发生了一个著名的事件，就叫做犹推古复活。在掰饼聚会这一天，因为当时门徒可能已经特别的把7日的第一日从一般的日子里分别出来，为纪念主而聚集在一起。7日的第一日也是指星期天。初代教会的门徒，他们白天都必须工作，晚上才能参加聚会，所以聚会常常是在晚上进行。也因为保罗牵挂教会，觉得这次见面以后，可能是很久不能见面，又有可能这次见面是最后一次，所以他一直讲到半夜。我们明后天会读到20章的后面几节，可以看到保罗的对这些教会他的衷心的托付。可以看到他对他们所临别的赠言非常的宝贵。那几个小时的聚会，加上长长的讲道，会众会疲惫。而当时门徒们他们聚集的楼房是在顶层，那个时候他们教会聚集通常是在一个房子的楼上，因为古代楼房最大的房间都位于顶层，那下面的房间都会因为承重而被承重墙分成小房间。也是因为在夜里，所以要点油灯。那个时候又因为人多，又点出了油灯，所以，夜里的时候，少年人犹推古就很容易就犯困倦。他其实已经，我觉得哈，我自己觉得他可能已经避免自己犯困，所以坐在窗户旁边，能够有一些新鲜的空气，但是他还是犯困睡着了。犹推古这个是个希腊的名字，意思是幸运，他真的很幸运，虽然他睡着了。忙碌了一天，他虽然有一个很愿意追求的心，但是因为身体的软弱，他不幸落窗身亡。这么小的年纪有这么追求的心，已经是非常的不容易了。但是神真的是非常的保守他。虽然路加确诊说他已经死了，在第9节可以看到，而不是昏迷不醒。我们觉得非常同情他，他才。是个少年人，可能也就是8到14岁的样子，但是因为保罗的讲道，因为闷热的屋子，所以不小心睡着，又是从窗户旁边掉下去的，但是保罗非常的有信心，他从楼顶下来，看到他伏在他身上抱着他，并不是说这是一个对有骨折或者是有问题的人的一个急救方法，而他是应该是我们去读过旧约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有熟悉是先知以利亚、以利沙施行神迹的时候，都是这样抱着孩子祷告，孩子就起死回生了在这里面神迹就是这个孩子起死回生，而这也是神大能的保守。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会回到。保罗的第19章，《使徒行传》的第19章，保罗前往耶路撒冷以后，一直麻烦不断。先是外邦人要抓他，然后是犹太人要害他，现在又是聚会出了人命，所以魔鬼常常会制造一些意外事故来打岔聚会。我们聚会的时候也要为我们的聚会警醒祷告，求主保守。但是这一切既是圣灵的指证，也是有圣灵的印证。所以，保罗的三次宣教旅程都在圣灵的带领之下。虽然有逼迫，虽然有风暴，但是神会给教会预备丰富的安慰。教会的聚会，出了问题，是一件大事。但是，
可以看到保罗非常的坦然，保罗知道他的灵魂还在他的身上，非常的自然，而且他祷告以后，他就回到楼上去继续拍饼，继续谈论许久，直到天亮，这才走了。也是在第11节以后，路加才加了一句，由推古却复活了，而且为众教会带来了安慰。在这里面他所讲的是得的安慰不少。虽然保罗走了，但是神的灵，基督却永远与他们同在。我们也从这里看到，我们跟随神不是跟随人，而当时的教会信徒也不是跟随使徒，而是他们真正得着基督，跟随圣灵的带领。从这段经文当中，我们可以从保罗身上看到非常宝贵的特点。保罗对教会及门徒的关心和爱护。虽然有生乱，但是他在乱定之后继续劝勉以弗所的信徒，前往马其顿、亚该亚，勉励各城中的教会及信徒。那我们对我们自己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应该也像保罗一样，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有关爱、有关心。我们也会时时常常的去想到，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是不是最近没有来，或者很久没有出现。我们有没有主动的去打电话关怀、关心，问他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？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建立，教会才真正成为属灵的家。那第二点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建立了布道栽培的同工，在这里面，长长的一个名单，有一些名字是以前的描述中出现过，另外有一些名字，是新首次出现的。因为越来越多的教会的建立，保罗需要很多的同工，他走了以后会有同工来安慰，来带领教会。我想保罗会选一些有恩赐的领袖作为同工，也训练有负担、有对神热爱的肢体做同工。那我们在教会当中，我们是不是愿意接受教会的邀请，愿意接受长老牧师的要求？在教会当中受装备，让我们能够积极服侍。我们也去思想，我们愿不愿意付出代价来训练自己，来带领周围的年轻人，给他们来到教会服侍，我们自己也来教会服侍。能够让我们的教会真正的，就像今天牧师所证道的，我们不是一个客人，我们是教会的主人，我们能不能愿意担起家里面主人的职责，来对我们的教会能够付出我们能够付出的代价，让我们的教会更多的人愿意来服侍，更多的人愿意来侍奉。那第三点，看到保罗讲道到半夜，而门徒也是听到半夜。保罗迫切传道的心，以及门徒他们对话语渴慕的心，也是我们今天非常容易非常应该效法的榜样。那我们是不是也有一颗迫切的心，愿意来听神的话语，愿意来听主日的讲道，愿意来参加主日学？我们是不是也有一颗迫切的心，如同保罗一样，把我们所领受的，把我们所经历的，把我们生命当中神带给我们的美好的一切来分享给我们周围的人，把神那属天的智慧分享给我们周围的人。最重要的是将福音分享给我们周围的人。无论是对信主的肢体，还是未信主的新朋友，都应该分享神的恩典。我们要彼此分享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奇妙的作为。那我们有没有参加各种不同的小组团契，在当中我们有没有跟别人分享我们的得着？我们灵修的时候有没有渴慕神的话语？这些都是我们应当去改变，也应当是去思考的。那接着今天的经文，让我们看到保罗身上宝贵的品质，成为我们的榜样。那我们一起来祷告。
啊，慈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感谢神借着今天的经文，让我们看到我们应当如何作为教会的主人来服侍神，像保罗一样忠心的来做神你的仆人。我们做工不是做给人看，乃是做给神看，因为我们最大的主人就是神，就是主耶稣基督。感谢神，求主你赐给我们一个愿意服侍的心，愿意分享的心，愿意领受的心，让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就像保罗所说的，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让我们真的能够活出神在我们身上的祝福，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呼召，让我们能够坚定的来跟随主，坚定的来传福音，坚定的来奔那美好的路程，得那美好的奖赏。感谢赞美主，求主加添我们力量，加添我们信心，借着我们每天的灵修祷告，让我们不断的更加的认识神，更加的爱神，渴慕神的话语。谢谢主，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好，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，也让我们一起有美好得胜的一天。